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子，今天来拍一个开箱视频哈。最近真的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，我们身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普遍的感冒发烧。我本来以为我能熬得过，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喉咙痛，感觉熬到今天第三天才受不了了，起床都起不了，头都要炸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扛不住，刚才直接去抓了药吃，反正现在有点精神了。来个开箱视频哈，这个是吃的，这个是生小福团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吃的，真的。吃一个你看是怎么样子的？为什么会把吃的放在前面呢？因为刚刚洗了手，预防等一下开脏了。看到没有？这种里面那种小颗粒，这种辣丝的。这是可可粉，有点苦啊。这种开始吃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？我不吃，本来好好吃的，你又把它扯成这样，干啥呢？主要是让你看一下这个。其实来说，你们别看我现在形容口苦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这段时间带小孩，我真的，我感觉我要疯了。这种感觉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这个是一个我宝宝的饭勺，听说这个很好喂，我买了一个，里面是一个收纳盒，把它放起来，等一下消一下毒。这个怎么开呀？耶耶，这个鱼真的是有点土包子进城啊，搞得都不用不来呀，还，这个带出门或者是干嘛的，还挺好的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泄肉啊？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小吊带，还是这样子的，可凉爽了，凉凉爽爽的小吊带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洗洗了，再给穿给你们看。没有，最主要的，这是小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可以由我们继续支配，是不是？等到他以后长大了就不行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就是，这段时间虽然说天气很热，但是得空调病的也占了大部分，所以说我就打算我们这段时间暂时不吹空调了。就说我买了一个风扇，这个说什么空气循环扇，好像还挺火的啊，不知道它是成不成？你看就是这种，就是开了之后有那个冷风的，说是不知道是对不对？应该这种的话也有朋友买过吧，然后用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吗？到时候能不能给我配个字？努力安装中，或者是快速安装中。笨手笨脚安装中了，差不多。好，杀鸡哦，妈妈。要对，补一下。你看，就这样子可以了。哎，搞错了，这个没拍成啊，这个剪掉，跟你说。哦，真的可以了，你看。剪掉，咔嚓。Yes，聪明了一回了，终于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呀？麻花。买的是啥子回来嘛，这个？多得很了。那些说的炸起来要炸起那样，都是你炸回来的，好多嘛，那个。你说的这个还是，我这个快递嘛，我收过的嘛。你是咋人咯？这些都是我快递啊，一边。哦，还不晓得东西咋起？那么是红山，这个是红山啊。那把用这红山装下子。啥嘛？家里面一个风扇都没得，一个红山，那个风扇，一个风扇搬来搬去的。谁没用嘞？没用嘞。我那种，那种红的。你
看，爸爸都是玩抖音的人，知道吧？他都晓得这个是吹冷风的。哦，这个有啥子嘛？不晓不得哟，这个。啥有麻花？这个麻花啥子？我没买麻花呀。那个啥有麻花的不先去？来嘛。妈，分喽。我没买这个啊。我让了他一个好不好吃来，他陪妈吃一个好不好吃？可以。就是、关键的是为主伤心，那个不买回来不吃，他不打开，看到味道还好哎，是吧？就可以、啊。嗯。都肉完了，不知道谁买的。老板寄过来的。哦，哎呀。啊？老板寄过来的。嗯、是吗？对。老板对你好好。都是拿来给我吃的，还是拿来给卖的？都可以啊。好香。先吃再卖嘛，都不是吃好了再卖。那对吧？那。你试一下，这跟普通的麻花不一样。我又不展示不吃，等我偷偷的吃。这个是什么？你说给他拿去嘛。这个是塑料的。这个是啥子嘛？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放刀的。放刀的。放剪刀的。家家挂刀嘛，你给当历史又当历史这个。你看这个还可以转。到底是定噻，那都不定的嘛，是紧都等了那么久了，没得定我才买的嘞，要不然我不买。哦，那么定，你把放屁嘛，你刀子那么放的嘛？啊，是那么定噻。我爹别个那个是在这儿的。哎，这是你的嘛？又给我买个，又得嘛，又给我买钱，那天又给我买钱。不要给我，我那身上两块。啊，这衣裳穿了两块钱了。这个还要黑。光着都要得，这个我像我那么两块。啊，光着都，我们打光着这个要笑。要不笑嘛？我穿起来穿。哎呀，这你家手里穿啥子都得。那是媳妇好哦，有媳妇好哦个。来来，这个老子去。那个老汉儿捡到，老汉儿要用，我用不来得去。哎呀，那个家里面那个不是的，紧都漏水，我说。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，老大？后面。花里胡哨，反正就是。这个是拿来扣那个洗脸盆的。我就是换你的上铺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一直按喇叭。啊，哎，老板，哪里回来了？来嘛。老板，我喊你。老板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刀还快了，这个刀你看，这个刀。人家是砍骨头的，你懂啥？这个刀跟我去年那个刀好像不一样了，它升级了，是不是？这种砍骨头的很多人都在用。试一下这个，这个纸盒是拿来当小风扇吹。怎么熏花呢？都不见得摇啊，我叫人家摇的嘛，360度摇的嘛。没搞对嘛，有档位的嘛。啊。怎么手摇的？那自动的。等一下，没搞中。没有按钮了，就只有这么多按钮。人家这个是手动的，不是自动的。人家那自动的360度全转了。不要。没买对。是不是很便宜？9.9包邮的。39.9好吗？就是吹起来风有点凉，我真的。那不是热风吗？吹的。我吹一下，我吹一下。来。放我这里的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就是放你这里的。就放我这里啊，嗯，好的。懒得你进来搬来搬去。把这个贴一下。我们这里东西就是太乱了。这个盆呢也比较多，小孩子洗脸的、洗屁股的、大人洗脸的，然后，反正。种类挺多的，你看放的到处都是，可爱的小虫，来吧，这就是你的使命。那把这个偷上去 ，OK。噔噔，虽然告我一个人不能改变，但是慢慢来。我相信可以的，这样嘛，至少好一点嘛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丢的到处都是。